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Nice to meet you。今天依然是变形金刚系列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由海之宝出品的《地出的吊车》。这款吊车是我自己买的哦。这款吊车官方的比例呢是 V 级别，通体橘黄色兼黑色的配色，更还原动画中的颜色。但好像比动画中身材更高挑匀称。胸前的挡风玻璃使用蓝色透明件，通透性很好，加上博派标识，车头方面很是漂亮。这款好评的是由于变形设计关系，偷削部分几乎可以忽略。手部翻转后可以插入腕部导弹，同样标配的电弧焊接枪不能少，还有一只可以装载的爪子。变形方面，虽然官方比例是 V 级别，比之前 D 级别的小车要大上一些，但目前兔兔感觉变形并没有 D 级别难上多少，反而很友好，玩起来很顺手很舒服，有一种玩了它就爱上它的感觉。吊车是赛普坦首席建筑师，和滑车也是老搭档了，这两款也有可以搭载互动的设计，可玩性更高了些。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感觉吊车的吊臂有些短了，如果再长一截就更完美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爱你们哦，记得三连哦，么。